我们看第四题，他说已知地球平均密度哈，大概是 5.5 克拉，啊这个每立方米公分，好，那半径哈 r 是等于6400公里 ，OK。这地球质量最接近下列哪个数字？那地球质量哦，就等于地球密度乘以地球体积啊。那密度是 5.5 哦，啊，再乘以的体积其实是4/3派呢 r， 啊，如果是6400公尺，一公尺是。一公里是1000公尺嘛，那一公尺的话是那个100公分，三次方，啊，这算出来的单位是克，这算出来的单位是克，好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我把它算一算的话，哈，这个是 5.5 了哈，乘以4，除以3，乘以 3.14。哦，啊，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6.4的三次方，等于多少呢？这是6.036乘以10的1/3三次方了啊。啊，再乘以多少呢？哦，这个是6.4乘以10的三次方了。这几次方呢？这是6、7、8。3824，这是克的，它等于多少公斤呢？就是那个等于哈6.036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呢。那他问说是约多少公斤呢？哈，啊，质量越接近呢下列哪个数字？啊，就多少公斤呢？这约多少？依照数量级的话，这个是大于3.16，所以大概是10的25次方公斤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。